好，那必须要的啊，必须的。哎，咱直播间有没有就是在那个道具那场直播是第一次买咱家东西的，有没有？都关注好久了，一直没问过啊，这么回事儿啊？那加个粉丝团吧，老铁。我睡衣到了一个啊，铲子也到了。没有啊，媳妇儿。你问助理啊。看一眼不知道，他给收的，是吗？嗯，有象棋，看着象棋了吗？有象棋盘，象棋盘嗯，在哪儿呢？你这样他能说你我寻思玩游戏呢吗？这不是？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老大呢？啊？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每次都想给他一爪子，哈哈！我发现好几次都是这样，每次都想给谁一爪子？都想给谁一爪子？每次都想给他一爪子。雨虹镇上，你说的对吧？森林呀，山呀，水，水女都木要发生。四哥呀，老爷今天帅不帅？你看，老师，老爷今天帅不帅？四哥呀，老爷今天帅不帅？四哥，亲你老爷一口吧，摸摸，那，咋不给我呢？咋呀？老师，让老爷亲一口。四哥，你。雨虹镇上，你说的对吧？森林呀，山呀，水。二幺八。老四说请自重。来。你看着棋盘了吗？我寻思下象棋呢。来。你之前收拾那个门口的时候，你看见象棋了吗？这个世界话语比人也没有棋盘、啊、我一阵为你飘忽的爱愿情深有吗？没有啊。四哥呀，老爷寻思让你今天晚上陪老爷下象棋呢。感谢贝贝姐姐，欢迎贝贝姐姐啊，家人们啊、哦！我寻思让我四哥今天晚上陪他姥爷下象棋呢，这下可好啊，四哥呀，象棋没了。老四，你听着你姥爷说话没有啊，四哥？四哥，你听没听着你姥爷说话啊？三张照片，做点日历啥的，姥爷。啊！你们说拿 Steven 的照片和老四的照片，咱们做点日历呀？干啥呀 ，Steven 啊？干啥呀？行，哎呀，就做点周边呗，家人们，媳妇儿，那属于周边吗？家人们，就是做点老四、Steven、小迷糊他们俺家狗狗的这些周边，像是抱枕呐、日历呀、还有那个。老四，你干啥呢？老四，你怎么把你姥姥提地上呢？老四，哎，那是不是属于周边？媳妇儿，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瞅瞅老四给霍霍的，头发都乱了。你瞅瞅老四给霍，老四，你过来来，你瞅你给老爷子给你姥霍霍的，你瞅瞅，头发都乱了。我要买日历，买日历啊，买日历行，家人们啊，等到时候三兄弟给你们整，行不行？哎，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整点啊？买日历。
哎，媳妇儿，日历是不是一个日历上面一篇日历一只狗，是不是？一篇日历一只狗。对，一篇日历一只狗，一篇日历一只狗，然后最后就是这不正好六只狗吗？嗯。然后呢，六不12吗？正好12个月吗？每只狗出现2次。对，然后呢，守夜的时候，守夜。姥姥，你戴口罩不卫生。什么？来一个全家福。怎么的？每个就是他不是第一张是先开吗？啊、先开那一张是没有日历的吗？封面是全家福。对，封面是个全家福。然后先开第一张是谁？第二张我估计、到那个小迷糊那一张啊，不喜欢小迷糊，我估计他一个月他都不再看日历的。你看迷糊高兴的，你要给迷糊高兴坏了，迷糊。迷糊，你要上日历了，迷糊啊！你说能不能？迷糊，老爷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迷糊，迷糊，你要上日历了啊，好不好，迷糊？啊，你说能不能？啊，迷糊啊，你要上日历了，你听见了没，迷糊？偷啥玩意儿了？你在这偷啥呢？迷糊，你偷啥好吃的了，迷糊？我要 seven 的一整集的。第一张照片。我先家人们，我先把我这件事写在我的日程里，家人们啊，我先把这件事规划好的，先计划好的。我给你整一下照片顺序。第一张是 seven， 1月份是 seven， 2月份是16，3月份是老四，3月份是老大，4月份是老四。5月份，哎，我发现他们几个怎么把沙发我拆了呢？啊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你这是啊？这家怎么沙发给拆了呢？啊，那咬这么大窟窿了都？啊？你看我这个排序是，哎，你看4月份正好还是老四和4有缘的老四。姥姥分析的到位啊。老四和四有缘呢，你老亲我干啥呀，小迷糊呀？啊，你老亲我干啥呀？本身在家排行就老四，7最大，16第二，老大第三，老四排第四。对呀、啊，老四跟四有缘。老四就是4月份。嗯、4月份，媳妇儿，你这4月份是啥日子吗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啊、嗯，四哥呀。我四哥排行老四，四哥是出生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啊，我四哥啊，大海呀，全是水呀，小迷糊，你干啥老亲我呀你？人间四月天，四哥最爱姥姥，谁呀？小迷糊呗。这个迷糊，你给亲谁呢？迷糊，那他老上他嘴里头去啃去了，不能亲姥姥啊！叫姥爷揍屁股啊！那你亲脸蛋的也行啊，亲脸蛋去也行啊。迷糊，你亲脸蛋，我看。非得那个往你那个嘴里头去亲你那个舌头去，你就烦不烦？小迷糊，还一劲的就往你那个嘴上就这样式的这样式的。媳妇，你抱他，你抱小迷糊来，让他亲，让他一下亲个够，来，你让他亲个够。来，小迷糊去找姥姥去，迷糊。我的妈呀！谁呀？去拉屎了，虎妞啊！快去，不行！妈，这个虎妞，我看谁拉，指定他妈虎妞拉的。啊！我的妈呀！谁拉的？我的妈呀！他俩，快整吧，把厨房那窗户开开！我的妈呀，这是吃巴豆了吗？这么臭！哎呦我的妈！谁拉的粑粑？我后面来，妈！这家给虎妞吓得想回他自己屋还进不去，卡，你没联网。这网怎么一断一断的？
没。还卡吗？还卡吗，家人们？还卡不卡了？如果还感觉卡的，出去再重进一下就好了。还卡吗？不卡了。还觉得卡的话，出去再重进一下啊。不卡了，不卡了，就想看你三啊，别看我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新做的指甲。新做的指甲，这指甲这么丑不太好看，但是要是那啥的话好看。问你姑娘多大了？我姑娘正好30岁。用他们做沙发抱枕，沙发抱枕之前做过，之前做过谁的来着？老大的。之前做过老大的抱枕。只有老大做过抱枕。嗯，对，只有老大做过抱枕。极光蝴蝶结吗？对。是不是换手机了？看起来好模糊，没换手机。哪换手机了？我这个手机不是听不着了吗？今天又去修了修，还得接着对付用。这指甲怎么干活啊？能干活啊？这干活不行，能干活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管整啥，我都不耽误干活，知道不？但是你不能因为干活啊就不美了，是不？你要会喊啊。嗯。谁来了？我小迷糊先穿家去了。对，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。姑娘，你来了呀？姑娘，快来，姑娘来，送老板了你，快来。嗯，卡着，闭门思过，反思。我4号播。嗯。我4号开始播。反思啊！老大有了吗？老大都快生了，老铁。老大都快生了，我的妈呀！去吧，回家去吧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姑娘，回家去吧，去吧，回家回屋吧。家人们，如果你们有想吃口水娃零食的啊，你们可以在这嘎溜点个预约直播，咱明后天会给大家播口水娃专场啊。口水娃零食，知道去厕所就不错了，可不咋的，知道去厕所就不错了。你的要求真不高。生下来卖小狗吗？再说。肯定的啊，家人们啊，肯定的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到时候可以预定。啊，咱家肯定养不了那么多。我俩说。行啊，生下来再结婚。生的时候再预定，家人们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生几只。口水娃。咋不周六周日带口水娃呢？周六周日带口水娃，周六周日的话做宠物用品了。哎，今天几号？周六周日的话宠物用品，哎，周六哎六号是周六周日是几号？媳妇来。周六周日。是几号？周六周日三天，该做宠物用品了，老铁们。啊，这马上双十一马上要结束了。嗯。周六周天做宠物用品，对，得给咱家养宠物的。主播，你通过照片可以判定狗的品种不？主播，你通过照片当然可以判定狗狗的品种了，铁子，当然可以了。但是你要是判定血统的话，那判定不出来。哦，
判定血统肯定判不出来。如果你如果单纯的你把小迷糊的照片给我的话，他说的意思是，比如说这个拉多拉布拉多，你单纯看照片的话，看他是纯的还是不能看出来。媳妇儿，单纯的把你的小迷糊的照片给我，我肯定是判断不出来什么血统，铁子啊，你如果你家狗狗像你家小，看出来纯不纯吗？能看出来呀。你就像咱小迷糊，指定不是纯的菜啊！就比如说，你现在给了我一张小迷糊的照片啊，三元店就会告诉你啊，小迷糊呀，俺家小迷糊是个啥呀？现在的狗串串真多，拉不拉太。来，咱玩游戏吧。咱玩游戏吧，媳妇。我就感觉你那双鞋比我这鞋好看呢，媳妇。那比你的不几块钱啊！我感觉你那鞋好像比我这鞋好看呢。那好看咋的呀？好看咋的？你嫉妒？哎，三万，爸爸问问你啊，你们几个进去，我屋晚上三万啊，三万。三万，慢慢的。你老来凑热乎呢，进去来。进来，老大，老三过来，等啊，好，同学进来，媳妇你也坐那块儿了，我问Seven啊，Seven呢？你感觉咱们家谁最好看呢，Seven？你坐地下就行，媳妇儿。你坐哪个地下都行，媳妇儿。哪边啊？你只要坐地下就行，媳妇儿。中间还是哪呀？你坐中间就行，媳妇儿。你坐中间或者坐边上都行，媳妇儿。啊，你咋开心咋坐，媳妇儿。啊，行吗？媳妇儿，你坐电视跟前吧，媳妇儿，行不行？你坐这儿，媳妇儿。行。啊，坐这儿，媳妇儿来。那我咋坐呀？你就坐地，你就坐呗，这大，你这屁股着地就可以了吧，媳妇儿。快坐好了吧，媳妇儿，来，看，快坐好了，媳妇儿，坐好了吧，啊，好，好，三万坐这儿来，三万呢，啊，三万你坐这儿来，三万你坐这儿，三万你坐中间，啊，我问问三万啊，媳妇儿，是对你那三对三万往这串，我说好，三万你坐好了，三万坐好了，坐下，虎妞小迷糊坐好了，小迷糊，啊，不许动，好了啊，不许动，三万啊，三万你坐下。啊，三万呢？爸问问你啊，三万啊，你感觉三万？你看你别总去。你坐下，三万。坐好了，三万，你坐下，三万你坐退，坐好了，三万啊。爸问你件事儿，三万，三爸问你件事儿行不行？啊，问好，三万啊。你感觉咱俩谁最好看？三万，谁最好看？三万，你这么的你，三过来，三万来，坐，那坐，三万，你就跟妈妈和小石榴、小迷糊他，小迷糊来，迷糊坐这儿，迷糊来，三万呢？咱俩小迷糊和妈妈，你感觉他俩谁好看？知道吧，三万？啊，谁好看？啊，小迷糊啊，迷糊。迷糊，你坐好了，迷糊啊！啊，好了啊，来啊，好了，迷糊啊，好了啊，迷糊坐好了，迷糊啊。Seven 呢？爸爸问问你啊，在咱们家妈妈和小迷糊，他俩谁好看 ？Seven， 谁好看？他说他好看。Seven， 你坐好了 ，Seven 你坐好了，谁好看你摸谁。啊，妈妈好看，谁丑？啊，谁丑？哈，咱我爸没看清，你退往后退，三万，咱家谁好看？妈妈好看，谁丑啊？谁呀？谁丑？啥意思啊？谁最丑的吧？谁丑？你再告诉我，爸没看着咱们？三万，你坐好了，爸没看着，咱家谁最丑？谁丑？丑的最丑那个谁呀？你看看你，三万，谁丑啊？啊，他迷糊啊！迷糊啊，你真丑啊，迷糊啊。
那姥姥不太喜欢你啊。这个马屁拍的好，这个马屁拍的真好。姥姥谁呀？啊？这不奶奶吗？爸爸妈妈。这不奶奶吗？来来，啊，来来。早上啊，爸再问你啊 ，seven， 你在家你最讨厌谁 ？seven， 迷糊，你还没回答呢，你说你就过来了，迷糊，你坐好了，迷糊，你没回答呢，你就来了，我再问问 seven 谁最丑啊？啊，好，不许动，迷糊啊 ，seven， 在咱们家你最喜欢谁 ？seven， 最喜欢谁？喜欢谁？你摸摸谁 ？seven， 啊，妈妈喜欢妈妈。哎呀。行了，干啥呀？我的天哪，这个是真邪。迷糊眼神最犀利。迷糊。我不问三月了，三月有点不太那个，有点不太那啥，家人们。反正三月就要太活跃了，知道吧？他有点太活跃了，问问老四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问我四哥吧，啊 ，seven 呢？你休息一会儿啊，让四哥出来。要你太活跃了，你也不好好回答问题，行不行 ？seven 过来，来，三你过来，来，让我四哥出来。seven 进。来了。这虎妞啊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一进笼子里就拉粑粑呢？我真受不了了，这个啊。那谁拉的？妈呀！他妈服了，这么你一次性拉干净不行吗？啊？怎么拉到哪都是啊？虎妞，你快出来吧！我你一次性拉干净行不行？拉干净啊，咱们啊！过来来，虎妞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什么 seven 揍的？你别给我踩磕脚，你踩脚上了。虎妞，快来快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能不能拉干净它一次性？踩脚上吗？指定踩脚上啊！我的妈呀！虎妞，你可一会儿你可别开门亮亮，我也想开门亮亮。三文爹一顿吵吵，虎妞现在踩粑粑上了。那吵吵啥呀？那吵吵呀，吵吵也白扯呀，吵吵。那肯定指定得给他插上呀，那不插能行吗？往身上一扑，那扑的可哪都是，可咋整？啊！哎呀！你消停了，老实了，看看见老实了这回，啊？啊！老实了。谁呀？虎妞。虎妞。嗯呐。床上用品啥时候播？上次买老好了，过一段时间啊，过一段时间。床上用品，臭烘的，一会儿又扑老了去，可不咋的，还溜达，才一屋子，他前爪踩上了，后爪踩上了呀，干啥呀你这是啊？啊？你给他擦脚丫子了吗？脚没有，干的，干粑粑。那也得擦一下嘛，对得起这个名字。真的真气人呐，真气人呐，儿子，真的。你说拉个粑粑，你就拉干净它呗，这拉一泼，那拉一泼，你说整到哪都是。东拉一泼，西拉一泼。东拉一泼，西拉一泼，干啥呀？你这上辈子你没拉过屎啊你啊？上辈子那可能是让人把那个啥给堵上了。虎妞，你上辈子没拉过粑粑是咋的呀？啊？你干啥去？你现在出去啊？啊！回去，虎妞。谢谢啊你。
没训练好。哎呀妈呀，他出去他都不那个啥，上辈子便秘。哎呦呢，他出去他不拉呀，你说出去光慌慌着玩，你在外边一个小时俩小时他都不拉，哎，一进屋一进笼子就拉。他就是正常拉屎，不是说肠胃不肠胃不好，那是拉肚，他就正常拉吧。他出去玩玩一个小时俩小时他都不拉，就憋得等等的都不拉，一进屋一上笼子就拉。对呀，出去就憋着，你说可咋整？真是祖宗，这个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实在不行，把这个笼子给它抬出去，抬外边去，然后再给它换个新笼子放那儿，看看它出去上笼子里拉不拉。忘了啊？忘了。它一进屋这笼子还拉？肯定拉呀！哎呀。如果在外边拉了才是憋不住了，可我感觉你说他还能憋住，他就留着回家在屋里拉。能让人省点心不不行吗？俺整这么大味儿，你干啥呀？真是啊，这么大味儿啊！真是让人受不了啊你啊！过来，上来，上来。笼子就是拉屎的地方，哎，就他自己在这笼里待，谁也没有跟他一个笼子的，人都烦他，人不愿意跟他一个笼子，人都嫌他臭。我一说，哎，我一说，虎妞，是不是你拉的？结果这帮狗都咬他，你信不信？嗯，啊，我的虎妞是不是你拉的？你过来来，他们几个都咬他。你看塞文急眼了，刚才呜呢。虎妞过来，虎妞来，你看着啊，虎妞来，快吃肉肉来，虎妞来，我把这门关上，出来，能把这门关上，你看三文咬不咬他啊？我把这门关上。那谁拉的？虎妞，谁拉的？你看，好了，我，你看啊，我，这帮。你看他们都知道虎妞我拉粑粑，知道吧？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指示，知道吗？我没经过任何指示啊，家人们啊！我拿到手机你再来，你看啊！过来，虎妞，那谁拉的啊？几个都咬他，咋、啊？但他们不是真咬了，行吗？啊，就是吓唬他那种咬，知道吗？怼他，你看怼他，小明我给他来个冲锋，冲锋怼。小明也揍他，小明也削他。小明我来了个，就往那边夸一飞，那么一怼。谁咬的虎妞？谁咬的？小明啊，小明乖，明儿乖啊。你再说一句。小明不是你拉的粑粑吧？你再说一句。虎妞，那谁拉的粑粑？那个，这家伙，我一大巴子我呼你，你啊，虎妞，再拉粑粑我揍你了啊！妈呀，这家三个给他给一激灵。好了，感谢橙汁加西瓜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。闭嘴，三个，只能我打，不能你打啊！我能打他，你不能打他啊！你行了。行了，干啥呀？我打啊！算了，坐，大家来，坐了啊，跪坐啊！虎妞，再拉粑粑，你干啥这么打你啊？啊！虎妞，你再拉粑粑，老爷就打你了啊！你先起来，我能打你，你不能打他，你。你不能打我，你不能。好了，虎妞啊，听话啊。家人们，咱们后天口水娃专场直播，没给咱家那个点关预约的可以预约一下啊，想吃口水娃零食的，然后在这儿点个预约啊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1900来人。
没预约的预约一下啊，感谢支持。同学，你看老爷省点心吧啊，行不行？谁不怕揍？就你不怕揍。太邋遢了，受不了，可胃太邋遢了。你说你该吃吃，该喝喝的。我跟你说，老爷啥都能接受，就是接受不了你往屋里拉粑粑。嗯。啊。对。我说你能拆家都行啊，你别往家拉粑粑了，行不行？以后。对。你尿尿都没事啊，尿尿它不臭啊，你拉了个粑粑是真臭啊，你又不尿。对。那五个狗狗拉粑粑都赶不上你呀、啊。你可长点心吧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老爷是恨铁不成钢啊！钢啊！啊！老爷是恨铁不成钢啊，虎妞啊！啊！小牛表现好，牛都不往屋里拉，你家牛第一件事出去，第一件事就拉臭。嗯呐，可不呗。啊，牛第一件事就是拉粑粑。我在吃饭呢，也吃不进去的。小牛啊！你看我说我这恨铁不成钢啊，小牛过来了，老爷你夸夸我呗。你干啥咱们？媳妇儿你看小牛啊，啊你啥也不是啊，小牛来，老爷你夸夸我呗。嗯。啊我夸个宝啊，夸夸米妞了啊。真的这虎妞真是给三文爹治住了、啊、不光给三文爹住也给我治住了、啊。老爷夸夸你啊，哎呀牛都不往屋里拉臭臭啊、嗯、牛真听话牛啊，有把握咱出去了啊，好不好啊，好，你看牛多乖啊、嗯！牛虽然有的时候脾气不好啊，但是小牛啊，都特别听话啊，牛对不对？对。牛笑一个，牛花笑一个，俺呲牙，牛来呲牙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什么？呲吧！嗯，呲！别！哎呀，好了，等。哎呀，核桃的，你们给三文妈点关注，然后四号上三文妈直播间买啊！想买核桃的，然后给三文妈点关注，四号去三文妈直播间买啊！对，你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再给小明一顿揍。哎，看你直播都以为房间有狗呢，太吵了。现在可以买吗？现在不能买家吗？啊，咱们家周二家吗？啊，三爸周二的时候，后天、明天、后天中午12点给大伙播那个零食专场，老铁们，你们可以在这地方点个直播预告。啊，家人们啊，点个直播预告啊，我到时候后天中午给大伙播零食，老铁们，你们想吃的话，你们上三元爹直播间。对啊，他家的那个鱼豆腐已经断货3月了，然后那天会在三元爸直播间有，是吧？因为我这最近总卖货，老铁们啊，我这两天我就不卖货了啊，因为总开专场，你们就不啊，平时咱就看会儿直播啊。咱平时的时候就不卖货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铁们啊，好不好？啊，等过完双11的三元爹啊，再连直播，再玩游戏，再卖货，再一块玩，是人吃的还是狗吃的？家人们，后天中午12点是人吃的啊，那个零食专场是人吃的零食啊。对。这两天你别介绍了，挂车不行吗？感谢燕姐姐啊，谢谢燕姐姐，来，过来来。欢迎燕姐姐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家人们啊，咱给燕姐姐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家人们的理解啊。哎呀，
虎妞拉这个粑粑这个味儿啊，久久不能忘却啊。抠嘴娃，对，抠嘴娃零食，家人们啊，点个直播预告啊。但你可以挂车，要有人买就买。他挂车吧，他挂车和不挂车不一样，知道吧？你挂车呢没有流量，知道吧？你不挂车吧，就是我不挂车的时候就看的人直播比较多，你挂上车吧人就少了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，你看三兄弟一点不用费劲的话，2000多人看我直播，我一挂上车了就1000多人，知道吧？对，而且不挂车吧，这样的话有啥通知的，可能知道的人更多一些。对，会有好多朋友们想愿意看咱们直播，一看挂车人就不愿意来了，知道吗？双十一狗粮有活动。啊，双十一狗粮有，来，咱玩游戏吧，啊？玩个啥？玩个啥呢？谁想跟我玩游戏？谁想跟我玩游戏呀？这家伙人老大不跑，你跑上了，干啥呀？哎，其实我可愿意看 Seven 这撒娇这一出了。老四会撒娇不？行。老四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歇歇，老大呀！哎呀，老四上来，你老四怎么撒娇刚才啊？老大呀！哎呀，老大真好啊！哎呀，俺家老大真好啊！哎，老四现在知道会抢怀，他会往你怀里头趴，像Seven似的。干啥呀，迷糊？起来，迷糊！我歇歇，老大啊！我歇歇，老大。你干啥呀，老四啊？你起来，你们都起来，快，你们都起来，快，快我。快起来，我歇老大，我只歇老大，你们都走。哎呀，干啥呀，老四哥？干啥呀？老大的15、16号差不多能说，那时候是预约那个啥，那时候是预产期。啊！他能不能回头咬我？我总怕他咬我。嗯，你咬他耳朵。啊？对，我说。怀了几个？不知道几个？盲盒？盲生？盲生不知道几个？来，这边抢零食的游戏吧，咱今天玩的抢小馒头吧，行不行？行。我今天带着狗们一块玩抢小馒头的游戏吧。行。好不好？老铁们，大家没点亮的替三兄弟点点亮啊！没点亮替三兄弟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点点小红心，家人们啊！四哥绝对不会咬老爷的，好吗？我就是怕，家人们啊！我万一我让我四哥咬了掏了一下，可咋整？这我可掏上了，我可啊！那俺家老四跟谁一伙儿？媳妇，咱们俩一伙儿吧，行不行？咱们抢那个什么抢小馒头的游戏啊，俩一伙啊，我自己摸，我抓虾行不行，媳妇儿？行。闭眼睛抓，我抓谁就谁跟谁一伙儿，行不行？行。啊，媳妇儿，有那什么吗？有眼罩吗？有。哪儿呢？口罩呢？有蒸汽眼罩。口罩也行，眼罩在哪儿呢？眼罩在那屋桌子里头。桌子里头。在桌子，咱床头柜儿抽匣里。Seven 好多才艺都没以前好，以前的才艺 Seven 也会，以前的才艺 Seven 也会。你对四哥没信心，咋没信心呢？对，哎呀，看俺们四哥在那撑懒腰呢，啊，撑懒腰的决定。不用戴眼罩了，媳妇儿，我就用这个，啊，媳妇儿。哎，你说我跟他们，你说我跟他们玩摸虾呼，我把眼睛蒙上，你说他们是找我还是躲我？你感觉？我觉得躲你。躲我？我哎呦，我觉得有可能扑你。啊，我随便摸了啊。嗯。行吧啊。行。我摸到哪两个就哪两个一伙啊。嗯，行。这个是谁 ？Seven。这谁？小迷糊。啊 ，Seven 和小迷糊一伙。对。啊。Seven 和小迷糊一伙。
戴口罩。小明进来。啊。三哥，来，三哥来，三哥进来。三哥来，三哥来，三哥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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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对，三文和小明摸、啊，嗯，我摸啊，他不躲我有关系。你还要摸？藏好了。他要把你那个、啊、他要把你头发给你薅秃噜皮我看看薅哪儿了，摇头啊，啊他这样摇你头发得力的有，哎他真是咬这儿了啊，咬这儿了，嗯，那个师傅你是不是在百忙啊乱，哎是不是趁老爷捂眼睛的时候给老爷一顿胖揍啊，你啊你记仇呗你啊，虎妞啊，他说让你天天让他们全殴我。老师，过来，老师来，三个老大，那谁拉的粑粑？谁拉的粑粑？好了啊，咱们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俩俩一伙儿，家人们啊。对，俩俩一伙儿。咱们俩俩一伙儿玩玩抢零食的游戏，抢那个。抢小馒头。小馒头的游戏啊。嗯，对。进来来，老四跟你一会儿，老四跟虎妞一会儿啊。对，老四和虎妞一会儿。老四见。先让谁和谁玩？十六跟老大。十六和老大玩。开始啊。行。十六开始，我想我喊开始。你喊开始。啊。我喊开始啊。对，你喊开始。什么？蹭脑瓜，趁机报复我。嗯。现在总和他们一起会把技能吗？不会。我跟你说不会，从小玩到大的技能他们是不会那个忘的，知道吧，就像你小时候学的床前明月光，你说你到现在你能忘吗？那指定忘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了，老大一定会赢的。床前明月光，地上鞋两双，对不对媳妇儿？对，我就忘不了媳妇儿。嗯，来，接下来有请老大和石榴啊，他俩来做一个比赛，抢馒头，还有充话费吗？明天晚上有啊，明天晚上有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官方这个活动结束了。来，没有了，没有这个了，活动结束了。好啊，老大呀。然后咱直播间有爱吃零食的啊，有爱吃好吃的话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的，而且就是有好多好多，就是都特别优惠啊。这回咱是在工厂，就是在总部一个人去播的，一个狗狗，品特别特别多，两个，家里体格最大和最小的那呗，体格最大和最小的比赛。点点小红心啊，家人们，一时猛搓屏幕，点点小红心。13 14 15好啊，看谁能吃先吃吧啊，嗯，看谁能，一共多少个？15个，一共是15个粒儿啊，家人们。
大米明天晚上有啊。你为什么总说明天晚上呢，媳妇儿？我不说了吗？咱平时的时候，咱不卖货吗？啊、哦，我们不知道，没记住。不要说，肯定是老大赢。老大刚生完，小老大又要当妈了。妈呀，这都生完多长时间了？一直都在电。对，这个游戏其实就看谁有耐心把自己的吃完。来。看谁先把自己的吃完。啊。老大呀。加油啊，老大啊，来。能看着吧，两排。能看。老大加油，老大啊！预备，谁抢到第一名，我奖励给他一瓶罐头吃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，老大！加油，老大！老大加油啊！我的妈呀！你再把他领过去，你再把他领过去。老大快来，老大快来，快来，老大快来，十六吃都吃，你快来。老大快快快，兄弟快来。老大快来吃吃吃，老快快快吃。这家伙的，没有意思。嗯，他俩没意思。他没意思，拉倒吧。你看看老大，你认真一点呢。你看看他，哎，十六有，小石吃最多。你看老大吃两个，他就不吃了。老大不适合做游戏，知道吧？他现在他就适合在那坐着。他现在可能有点身体不适。嗯。不爱动弹。咋不爱动弹呢？那家伙跑得比谁都快，跟小牛他。老大就不适合玩游戏。这俩不在状态，一个牙口不好，然后一个还怀有身孕，这是老弱病残主。小石头这不牙口挺好的吗？这是老弱病残主。啊，老大不饿呀，俩都淘汰吧，我感觉行，这个靠谱。那不行啊，俺家小石头赢了啊，你怎么能淘汰俩呢？老大淘汰了，小石头怎么能淘汰呢？来，石榴，老爷奖励个罐头啊。等会儿一起奖励啊，一会儿也一起奖励啊。如果是肉干肯定吃，妈呀，这要是摆上十五个肉干的话，那得嚼一宿。一会儿啊，老四和老大一会儿啊。这那这一场直播啥也不用干了，光看他俩吃肉干去吧。啊，好，老大输了啊。好了，这石榴，石榴来，石榴，这你赢了，石榴啊，阿宝，石榴赢了啊，石榴赢了。啊，直接赢了啊！他俩也白费，他俩都不用比，肯定老四赢。那直接下一步得了，媳妇儿。啊，不行，行不行啊，那得有个过程啊。行不行？老四跟虎妞他们两个几乎就不用比了，咱直接下一步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行不行？老四来，四哥来。哎呀，虎妞下一步得了。也没准儿，有可能是虎妞赢呢。他要赢了，我能把粑粑吃了，我牛拉。你说这句话，你已经说了几年了？说了三年了，你一泼你也没吃啊。关键他赢不了啊！虎妞，虎妞是吃货。哎，在唱歌呢你，小明啊，小明在嗯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有火锅吗？火锅上四号链接啊，上四号卖，三文妈直播间，四号三文妈会直播啊，你们要的核桃呀、火锅呀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都有。
老四吃和睡都第一，那必须的。啊，俺老四是他们当中的一家之主，知道吧？你说老四算不算一家之主？之主啊？你说他是一家之主还是老 Seven 是一家之主？啊？媳妇儿，你问这话题相当于小迷糊，你就相当于你还不如问小迷糊是不是老四他儿子呢？那你说谁是一家之主啊？当然是老四是一家之主了，那还用说吗，媳妇儿？为啥呀？老四是男丁啊。啊。老四是老爷们儿啊。那为啥小迷糊不是一家之主啊？小迷糊都没有蛋了。啊，公公呗。哎呀。来，老四啊，你没发现吗？咱家老四一翘尾巴，谁都怕。啊。以后一翘眼谁都怕。预备啊，四号开播，下面有行，老四加油，老四加油啊，四号加油，预备，一一二二三。你要像个傻的似的，你看就吃自己那牌子不行，我非得抢老四的呢。无疑了，好了，老四赢了啊！为什么老四赢了？这不剩下的吗？我们这不吃剩下了吗？他俩换了个位置，互相交叉。我四个赢了啊，家人们啊！我四个吃的多稳啊，在糊弄你，你总吃人家的干什么玩意儿？自己的不吃，吃人家的玩意儿？打搅乱的。打搅乱的。糊弄是打搅乱的，家人们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他打扰老四的思路，知道吧？他打搅四哥的思路，知道吗？感谢大家伙啊，送出来两个皇冠，送出来两个皇冠，感谢家人们啊！我没看见啊，不好意思。老四赢了啊！我眼神不太好，是没看见。这只有三文和小迷糊这一组是可比的呗。啊！好了啊，虎妞输了，虎妞进来，来，媳妇来。只有三文和小迷糊这一组是可比的呗。来，虎妞进来。老四赢了，再出来，老四进去，哎，这家三文高兴了。你说他俩谁能赢？他俩呀，他俩，我觉得小迷糊赢。四哥呀，一个老爷讲一个。你们觉得谁赢？三文赢。啊，哎，这家伙还没开始摆呢，他俩已经是捋在那捋路线呢。是吧？捋路线抬点了，在这儿。嗯呐。啊？嗯呐。哎呀。三万呢？三万，咱俩来踩点儿呢。今天小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来，加油，迷糊啊！迷糊也还行，迷糊也挺原始。好嘞。咱家这小迷糊，不是小迷糊，咱家这小馒头挺好吃的，其实。小迷糊坐着啊，自己吃自己的，你们俩啊，咱坐着。好，你俩比比谁赢啊？你俩比比谁能赢啊？其实老四表现的好，知道吧？老四，我四哥跟 Seven 应该是在一起。嗯。四哥和 Seven。那小迷糊呢？小迷糊肯定不行啊。估计 Seven 能赢。虎妞够棒了，都是自学成才，跟着玩游戏。那我跟你说，必须得锻炼。啊，你一次不会，你可能玩十次就会了。迷糊也是自学成才，这两个先熟悉一下场地，可不咋的，他俩先熟悉一下场地，这俩行啊。再往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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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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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，我投三文一票，这人能再投票就好了啊，嗯呐，应该可以吧？我觉得投不了吗？要是出这个那个啥就好了，15粒儿啊，15粒儿。
小迷糊的学东西，他会看别人。来来，咱坐里来，咱坐里来，坐坐好了，咱背，背啊，咱坐好了啊，背背背，背啊。OK 了，三娃，三娃加油，三娃啊，小迷糊加油啊！哎呀，三娃加油，迷糊也加油，迷糊啊，好宝啊！这两个是我们家的种子选手。嗯，种子选手啊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完了，三娃落一个，落了俩，我操！三娃你后面落一个，三娃后面，三娃后面，三娃你后面落一个，小迷糊赢了。哎呀，你就跟那个答卷都不认真那个小孩似的你。三娃你后面落了一个呀，大哥呀，你没看着啊？小迷糊赢了，哎呀，小迷糊过来了，恭喜小迷糊，恭喜我们家小迷糊。三娃你看，你回看你是不是落一个，落一个让迷糊吃了，让迷糊吃了。嗯，那也是三娃赢了呀，那小迷糊赢了呀，小迷糊那边先吃没的呀，对不对？那还能再重比一把呀？同不同意重来一把？重来一把的扣一，重来一把对小迷糊有点太不公平了，我感觉。三娃你过来，三娃你过来，是不是迷糊赢了？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赢了？三娃，是不是他赢了？你看你来，来三娃来过来，三娃来你过来，是不是迷糊赢了？三娃是不是迷糊赢了？那你说迷糊，你看啊，我说迷糊输了，你迷糊愿不愿意？媳妇，你说他知道他赢了吗？他媳妇，你说他知不知道？家人们，你们猜小迷糊现在知不知道他自己赢了？小迷糊，你输了吧，迷糊，你回家过去吧，迷糊来去吧，你输了，快回去，你快要输了，迷糊，你快过去去，你输了。你输了，迷糊去。你回你的家，迷糊，你输了，迷糊，快去，迷糊，低头进去，迷糊，快，迷糊，你快点，迷糊去，你是输了，奶奶赢了，你不行，你输了，快去，进去，迷糊，进去，往里钻，迷糊。你输了！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啊，小迷糊，你输了！小迷糊说：“我没输呗。”他是偏心眼的。他说我缺，他说我，他说我偏心，我没偏心。没偏，你输了。你看，你才输了。你输了，我说你输就你输了。闭嘴，闭嘴！我说你输了就你输了。我说你输了就你输了，迷糊啊！老爷说了算啊。那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怎么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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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出来吧，出来，你来吧，来，你赢了，三输了，先生，拿着，三过来，三万，你输了，你快来，你以为你拿小牛当啥呢？小牛也是个硬柿子啊，他这硬啥子？你说你们俩谁都不服，看谁不服？你输了，三万，快进来，来，再进来。三，你输了，你进来，来，快来，你进去，小明，你进去吧，你进去吧，明儿，你看明儿多听话。
三文也不服气。再来一把。这么的，我再给你俩一把机会，行不行？你们过来吧，过来。行。一人再给你把机会啊。行。好好抢他们啊。好嘞。做好了。没办法啊，家人们啊，看谁都不愿意，你说咋整？谁都不愿意，我让你俩输的心服口服这回。家人们啊，这回我让他们俩输的心服口服啊。嗯。你说你们俩这都不愿意，你说说。等一会儿啊。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十二个，十三个，十四个，十五个。我的妈，这一张。嗯呐，我是东北的。嗯呐。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他说你是东北的，我说嗯呐，我是东北的。少放点，都吃够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对吃这个小迷糊、小馒头没够。一老一小俩酱丝儿，可问俩酱总，两个酱总啊。东北黑龙江的，我喜欢小迷糊这个名字。我啊，真的是吉林和哪儿的人呢？那玩烂了你他妈！三岁偷吃一个，你看着不媳妇？啊？自己偷吃一个，你看着吗？嗯。你们谁看着了？家人，你看你，他们看着了吗？媳妇？我一直在照着，怎么看不见？东北哪嘎的？东北牡丹江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Beijing Great Class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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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三文牛啊，小牛儿，小牛儿，这把你可输了啊！牛儿这把不能，小牛儿回家去，这把不能说老爷不公平啊，快回去！这裁判挺难的，真是认比赛，这家伙看见吧，这下三个还回去看看。牛儿，你输了，快来！你得心服口服啊！小牛，你看，你就自己上来，你看。快去屋里头，小明会被真咬，小明不能真咬，他就是屋里横，家人们啊，100%屋里横啊。但是小明出来的话，胆也够大的了，他敢咬他姥爷啊。想买，家人们，咱家22号，11月2号中午12点播那个零食专场，大家伙在这地方可以点个直播预告了。你不要跑，媳妇儿知道吧？哎呦，你跟三文玩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吗？什么秉性？你不要跑起来，他愿意跟你闹着玩。妈呀！啊，磕着了吧？用牙咬着的。三文，啊，这是就像掐你这人，你就像我掐你掐一层皮儿似的那样。刚才衣服是不是这样式的？嗯。知道吗？他想拽你衣服，知道吗？没想拽你皮了，知道吗？他不想咬你，我天天都想看看你们这一家。感谢啊，感谢大伙儿。小明看老爷眼色行事，小明的笼子太小了，不能跟你玩。哎呦我去，瞬间变大，我的妈呀，瞬间变大。媳妇儿，你都不敢让三文给你脱袜子，你试试。我可不敢，你咬脚趾头。你让三文给你脱一把试试来。我不敢。你让给脱一把试试。三文，给爸脱袜子来。你看他知道不给你脚，你看他不给。好了，不脱了，好了，不脱了，停，去，好了。
哎，三万，三万呢？你把拖鞋给爸拿来，快来，三万，三万，快点，快拿拖鞋来，三，来，拿出来，三，三万，爸我光脚呢，你看看，三万，快，三万，三万，你快点来，爸光脚呢，你看看，三万，求你了，快求你了，三万，快。快点，三万，你看脱了，你看看三万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啊，爸爸光脚呢还，这越长大越回去，啥也不是。你别看我的鞋呀，你还想十脚一勾勾？三万呢？快点的，给爸拖鞋拿来，你看看。三万真行，爸不跟你好了。好，真听话啊，三万啊，来，看，哎，我不跟你好了，三万，不跟你好了，我不跟你好了，三万啊，来，给爸放这儿来，三万来放这儿来。三万老了老了，成了孩子心了。好了，行了，啊，你给他，你给他，让他给我，让他给我。给爸爸去。哎，给爸来。好宝。好宝来。来给吐啊，你看吐啊，你倒是啊，三万去给爸爸去，来给爸爸啊，吐啊，你看看，三万来给我，给爸放手里来，放手里来啊，好，你看看你肯定皮了，你你咬坏了，三万啊，爸爸咬买的新拖鞋那是啊，你看看他不给你，他不给你，你要抢的时候他不给你了。把拖鞋给爸爸脱，来脱脱。三，你看他不给。给妈妈。人人斗狗，还真没见过狗斗人。好了，行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撇准点行不行，媳妇儿？你撇准点啊啊！把东西撇地上就好了。别，没有，我的妈呀，你干啥？好了。一点不听话，再问你现在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过来来，你看我跟三文趴着在地下趴着，我你要我装癞蛤蟆，他能不能害怕？啊，看着啊，确实挺像癞蛤蟆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坐好了，再坐好了，坐坐，再坐，哎呀，哎呀啊！你应该不穿拖鞋滑。三爷，你干啥呢？爸，我装癞蛤蟆呢。你看，你坐着，停下，停下。再来，再来啊！你看，我一会儿跟你玩儿。你说你心咋这么急呢，迷糊啊？能歇会儿不迷糊啊？啊！再来，你这傻，现在傻子似的，你说你。再来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没事，等啊，等啊，你看，我操你个，你在这叫吗？迷糊，你看我老爷怎么打你啊？那我他妈，啊，多了你吃狗肉。他妈气人！好好放着，放平。小迷糊他气人，我发现，看。他咬着你啊！你别了，你推咋的都行，别老上嘴，别老上你那个牙。互动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无厘头。
三个不能把技能忘了啊，三个媳妇过来，来过来来。啊，三个赢了吧？啊，接下来由我们家老四和小石榴共同出场。大家们啊，共同出场，看看老四、三个还有小石榴，他们三个谁跑得快啊？小石榴在这儿，老四正中间。老四在中间啊！小明，你再叫，生气了啊！来，坐这儿，打你！好，石榴坐这儿，石榴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石榴啊，好。没完没了。你们三个一人一条线啊，媳妇儿，我看他们几个谁跑得快。不一定，但是你不能叫。小石榴那条线有点靠得太边了。那没办法。三也坐好了，坐，别，坐好了啊！还是老四乖。不许动啊，三哥！三哥忘不了，从小学的，那能忘吗？四个。摆这玩意儿太费事了，是不是？14 15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你说了，哎，你们看老四那个趴的那样啊。10 14 15不管啥时候都睡觉。哎，你看看 Seven 刚才趴。啊，咱小石头吃十个吧，因为他们俩狗大，行，狗小，行行行，咱小石头行吗？老铁们，行得打个行。石榴吃十个，他俩吃15。对，来，老三坐下来，坐好了，三啊，坐三啊，老四坐，老坐下来，四个啊，好，石榴坐好来，站住行不行，媳妇？行哈，嗯，石榴吃十个，他们几个吃15啊，嗯。准备好了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老四也挺快啊。看他体位一眼，我操！你看三万，哎，这变丑了，丑啥呀？三万，完了，老四赢了，老四没挣。你看小石头十个都没吃了。小石头怎么吃了5个？小石头怎么吃了5个？老四跑得快不，家人们？老四冠军，三问。我四哥冠军吗？小迷糊季军。今天家人们啊，今天我四哥拿到了一朵小红花，啊。现在是一朵吗？不也是三朵？四哥都好多小红花了，媳妇儿。老四都好多小红花了，你知道这小为什么老大每场都有小红花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因为咱每场都比一个家里谁长得最好看。啊，老大得了1个2个3个4个5个，老大这个不是说的，为什么这才1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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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啊，都有啊。不是说第一名3个，第二名2个。老四是干啥不行，吃啥第一名啊？四哥呀，啊，这一天全都有小红花。我鼓励鼓励他啊，我鼓励鼓励老四啊，老四啊，老四拿了个第一名。你看你老这个红花啥那个。老四欢迎老四来，老四拿了个第一名，四哥，来恭喜你！对啊，你是有气儿没地方使了你。我老四有点像啥感觉吗？啊啊，家人们你们看好了啊，你看我像啥？老四坐好，老四来，快来啊！
笑啥里边？干举杠铃儿。哎，你看我，啊，我四哥太胖了，像个举重的。不是，我为啥看小红花？是因为为什么这一天所有的都有小红花呢？啊？都乱七八糟了，媳妇儿。这一天为啥都有小红花了呀？知道？你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都贴乱套了。就谁给有红花，我都给他贴着边上。讲那些。还有这一天、这一天的第二名、第三名你也没贴呀。但是我这一天有两个第一名，三个第一名，我的妈呀！比谁最胖？这个对。你们想看他们几个谁最胖吗，老铁们？你们想看他们几个谁最胖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呀。啊，谁最胖？证明平时谁吃的最多。啊？快给我四哥颁奖来，给四哥发小红花，媳妇来，有没有小红花了？给我四哥颁小红花来。干什么？来，媳妇儿，你要告诫四哥，你要让四哥过去证明一下子。老四，过去，啊，看看这是你小红花啊，我给你贴小红花啊，老四。啊，贴那儿了，你老四多光荣啊！四哥多光荣啊，四哥。啊，两个。啊，俩了。三个呀，四哥呀，好嘞，三个。哎呀，你亲四哥一个吧，媳妇儿。啊！哎呀，姥姥亲了一个四哥啊。谁第二来着？三阳第二名，奖励俩，奖励俩，十奖励一个。一个。嗯，好。好了，老大虎妞还有小牛，他们三个一人扣一个，老大这红花实在是少的可怜，就别扣了啊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老大从头到尾就得了五朵小红花，实在是家人们实在是少的可怜啊！咱就不扣了啊！还没有虎妞得的多，虎妞在这儿呢，虎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还没有十六得的多呢。卡了，今天怎么总卡呢，媳妇？今天这个网啊，为什么说这个网总卡呢，家人们？啊，我等一下了啊，我重新拔下电，老铁们啊，三弟重新拔电。从那遥远海边看那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不卡，双十一卡呀，给他们整饭吃吧。在那够换回曾经的爱，你这袖子咋整的？一生等待啊，刚才在地下爬的，你跟他们玩，这肯定都是都埋的了。嗯嗯。中了。微放啊，马上微放，我把网整好了，家人们。嗯。待会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伙了啊。老大真实的名字，老大真实的名字就叫老大。对。我们的老大真实的名字就叫傻老大，老大呀，老大，他的名字叫做傻老大。对。傻老大。现在卡不卡，媳妇儿？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再进去来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来吧。小明有错了吧？怎么公屏好模糊啊？来，我奖励零食，来奖励零食，咱一块吃罐头吧，咱一块吃罐头吧，行不行，媳妇？嗯。哦，我要奖励给三元零食吃啊。为什么呀？人不老四
第一吗？不是老四第一吗？不是老四第一吗？是老四第一，媳妇儿。老四第一，相机来老四，这奖励三万。那是谁？石榴吧，石榴来。对。打宝啊！你们几个没有份儿。给老大一个孕最佳孕妇奖吗？啊，因为老大是孕妇啊，给老大最佳孕妇奖。哎呦！怎么的了？这是、啊、老四，下来。老大可有心眼了。来，小石榴来。啊，虎妞给你一个，虎妞来，虎妞来，虎妞，虎妞真长记性，虎妞来，他干啥呢？虎妞过来，老爷子奖励的快，虎妞来，快来，虎妞来啊，虎妞，快来，上我这儿来，虎妞上这儿来，快来，虎妞，快老爷子奖励的快来，虎妞快来，但虎妞不喜欢吃。你不喜欢吃啊？啊，给老四，老大，四啊，石榴来。哎呦我的妈，你跑的是真快呀、啊、你。虎妞啊，你过来，虎妞来，快点来，给老给一个来，一二三来。这家完了吗？虎妞来。哎呀妈呀，虎妞是真笨呐！你撇准点不行吗？啊，他吃了，你看他吃了吗？老大咋没吃着呢？刚才不给最佳孕妇奖吗？然后刚才给虎妞好几个都让老大抢着了，都让老大吃了。一个也没吃，一个也没给。虎妞真虎，哎，没给，我给了。都给了，都吃着了。小明也吃。小明咋没吃上呢？小明吃着了，小明都吃着。我跟你说，吃了一个，小明吃了一个。对，这咱虎妞和小明都没有。来，给哥有两零纸，来，行不行？虎妞来一个，来，大宝啊，小明来，老大嚼的呢，老大两个了，老大三个了，老大四个了，老大五个了。啥呀？老大五个了。几个了？老大五个了。几个了？迷糊两个了。几个了？老大五个了。迷糊三个了。哎，小迷糊真厉害。迷糊三个了啊。seven 两个了。哎。虎三万三个了，哼的。你妈，这是谁刚才送的跑车？独宠万万吧。老大六个了，三万四个了，虎妞一个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一个呢？因为都让别人抢了。虎妞来。虎妞两个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咱们吃罐头了啊！今天拌罐头吃不吃？行。今天咱们拌罐头。石榴一个没吃的，嗯，石榴是没吃着，因为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精神有啊，软磷脂啊，楼下有。但楼上暂时不是没有。楼上没有，楼下有。石榴是确确实实，石榴一个也没有啊！我再拿一罐去，来，我再拿一罐。石榴确实是没吃着。来来滴滴，拉布拉多掉毛吗？当然掉毛了，人都掉头发呢，更何况狗狗了，对不对？新陈代谢它指定会掉。掉多掉少而已，知道吧？你要经常给它吃一些卵磷脂啦，吃一些海藻粉啦，它可能掉的就少啊。如果你不给它吃这些东西呢，它可能一到换季呀、啊，或者是平时的时候，它可能就掉的多。你看人家他们就是除了换季的时候掉的比较多一些啊，就正常掉毛的量，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啊
掉毛掉的少。你多稀罕稀罕虎妞，它最小，你咋不稀罕？哪个都稀罕呀，是吧？你吃也不少谁吃的，喝也不少谁喝的，是不是？老四呢？给吃呀，给吃啊！谁？老四刚才就吃了一个，然后石榴刚才没吃着，迷糊吃了仨 ，seven 吃了仨，老大吃的最多，老大吃了七个不八个，八个好像。老大吃了，您吃好。然后虎妞吃了一个。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！虎妞来，虎妞来，你好好品。虎妞接着啊！你看你好好品。虎妞来，你看咋的？点不准吗？他接不着啊！虎妞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给石榴，石榴。谢谢啊，老师眼睛盯啊。你三文还跟那抓抓吧一下。你看三文也跟那那张一下笔，张一下嘴。你看老师反应快啊，老大看老大啊。哎呦我的妈呀。你咬着舌头老大啊。你看，再来一个。小明来一个，小明啊，小明坐好了。小明来。我再来一个。你看，你们稳当点，坐好了。他怕别人抢。石榴来，石榴。能接到。石榴来。你看。虎妞来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先靠边，老大。看着了吗？谁吃着了？还没吃呢。啊？我给老大，老大没吃，给虎妞没。我给老大吃。老大没接着，弹给虎妞了，虎妞没接着，弹给三妹了。我没看清，直接就过去了。你像这样，像这样啊！我打算给老大的，老大没接着，给虎妞了，虎妞没接着，给三妹了。这有个慢动作的话，挺有意思，行。嗯呐。好了，没有了。你再给虎妞两个，他都没吃着。你好好给他，他因为他总怕他们抢。虎妞，哎呦妈呀，虎妞你是多笨呐！虎妞来，哎呦，虎妞来，哎呦我的天呐！虎妞来，再来虎妞，得了，拉倒吧，他妈一罐喂进去，我估计他也接不着几个。哎呀！虎妞，虎妞，来，虎妞！哎呦我的妈，你那个牙好像是龅牙吧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虎妞，也是接不着，他不像他们一接一个嘴。虎妞啊！我感觉那虎妞好像是龅牙，老把那个吃的给崩出去。嘴不严。好了啊，然后咱们该吃饭了啊。嗯呐，给他们拌罐头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几个狗。别了，
瞪眼睛。拿我直播那屋吧。虎妞个头大，嗯呐。如果大海能够，我洗手啊。欢迎你，老大是不是怀孕了？都快生了，老铁，你再晚来几天的话，我估计都生了。喂，这么多狗狗不吗？办一个就行，我觉得。啊。办一个就行。办一个。你别整太多了，太多了太太胖了。两个能行不行？怎么这么快？不是我短时间太忙，这段时间太忙了，对不起主播。哎呀，对不起啥呀？啊，有空常来看看。行。粉丝不认识。可能最近时间没有时间来看，不知道老大怀孕了。你那样嘎手啊？那样嘎手，嘎嘎呗，嘎嘎呗，媳妇咋了？咋了？啊？媳妇你怎么事？嘎手，嘎嘎呗。我怕你出血。出呗。我怕你出血呀。完了，嘎手了血。我怕你出血出多了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呗，我没法救你。你他这么多，他们就救我了。他们肯定都替我止血，你信不信？我怕你手一出血了，他们把你那手当成肉了，都给你啃了。不能。这老爷才是真虎，那必须的。那他老爷那要是不虎的话。那能当老爷吗？如果大海能够，洗手了啊，洗手了，洗手了。洗了啊。嗯，洗手了。不洗手不行了。怕你手受伤，没人刷碗了。哎妈呀，他可不刷碗。那狗盆儿，十次可能他有一次想起来能刷一刷。我他妈狗盆哪天我不刷啊？从我回来这一天，天天狗盆都是我刷的，好吗？啊？这还是你刷的？瞧你那出，那个嘴都能挂头驴了。老师啊，替老爷舔舔手，舔。这咬啊，老爷这他妈，你看这谁虎妞咔嚓嘎子的，虎妞的虎妞的大牙咔嚓嘎子在这 K， 你看这他妈手，他妈手，这他妈的手不是罐子，老四来，虎妞的上嘴上牙 K。这么手不是罐头，虎妞真行，真虎，这狗真虎。你们看见吗？虎妞都露牙花的，我的天哪，牙在那咔，嘎这样的，就这样。我跟你说，真咬了，真给你咬出血了。我跟你说，都有声音，就牙碰牙的声音了都。真是的，这智商是不太高啊。真傻，哎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有人瞅虎妞啊？你没发现吗？虎妞那个舌头跟别的狗的舌头不一样，人家别的狗的舌头吧，虎妞的舌头呢，从侧面，就是那种吊儿郎当那样的。不是，这从侧面就从侧面呗，你那脑袋那样干啥呀？这不也哈哈的吗？你看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他不是有脑血栓吗？啊你都知道老爷子少，你们还想咬？对，找一手啊，这老爷手啊，行，我这得锻炼啊，
虎妞，你想加强锻炼，虎妞啊，对，啊，行，虎妞现在舔功可以啊，给你姥爷舔干净了，啊，行了，不能说了，哈哈，媳妇儿，这家你可给你姥爷舔乐呵了，哈哈哈哈哈，他娘还太咬了，哎呀，这给姥爷舔真得劲啊，真得劲，真得劲，干呀，你要舔，你要舔。你看虎妞，你看虎妞真那么能舔。好了，好了，分饭，分饭，预备，一。不行，我不能他们这么吃，我怎么分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分盆啊。你像我的那个盆的那个顺序，好吗？好吗？像我那个分盆的顺序好吗？都坐好了，我让他坐好了去。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来，老大，老大坐这儿来。哎呀，你坐那儿去干啥呀，老四啊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坐下。妈呀，不行啊，那不听我的呀。老大过来，哎，老大真乖，老大坐这儿。哎，老四坐下，老四坐下，好嘞，好嘞，老四坐啊。来，石榴过来，石榴上这儿来坐，哎，坐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，坐，不许动。三万过来，过来，三万，你看就你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三万你过来，哎，对，坐这，坐这，好，不许动啊，都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，对，这是老大的，这是老四的，给老大多吃点，行。对，然后石榴的，好，行了。姨夫的，虎妞的，你什么？你姨夫的，你大姨的，不对不对，三万，姨夫哪来？姨夫，快来，快过来，坐好了，吃饭呢。虎妞，你起来，迷糊，过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万。你不吃饭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再问谁的话，我也只能死听我的话。三万，坐这儿来。老四坐这儿，石榴坐这儿，三坐这儿，三来，过来，三来，上这儿来，从后面走，从后面走，过来。对，对，好。坐好了，石榴啊，好不好啊？梦到啊。吃这个，哎，等会儿虎妞，虎妞你吃这个啊，虎妞，对，吃点这个啊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老四啊，老四老大啊，不许动啊，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大啊，你看我四哥躺哈喇子啊，加油加油，你这行了行了，虎妞，等会儿来，哎呦妈呀，老四，哈喇子，预备，等会儿我都是数数的，预备，老四在哈喇子，一。你把虎妞扒拉他那个玩去。虎妞，这是你的虎妞。哎，对，这多好啊！你印一个盆儿，老四那口水流的都成河了都。哎，这今天表现不错啊，自己吃自己盘着的。四哥呀，你给你姥爷分一口呗，行不行，四哥？啊，四哥呀。嗯，整的老大都不好好吃了。老大，你吃你自己盆里的，哎，你又干啥去，老大？嗯。虎妞吃完了，又去吃迷糊盆里去了。他们现在真能造啊！嗯呐。如果大海能够放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勇敢想等待。
虎妞饭少了点，也不少啊、嗯，也不少。谁不够，谁不够给谁加盆了啊！加餐快来。三谁不够，谁不够，快加餐，加在盆里了啊！快吃吧。好的啊，快来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，虎妞，虎妞别跟别人抢。虎妞能吃能吃。嗯呐。对，虎妞也吃太多了。那应该整个。整个啥？啥？整个大型的虎。啊？大虎。干嘛呀？就是能保证那个水温一直在40多度。这个就能啊。奶粉太小了，不够老大喝的。嗯，请个烧呗。再添盆啊！再添盆。我家柴犬一次就吃30颗，哎呀妈呀，行了，不用再添了。你看看，你俩一吃起来就没了，天天张罗减肥，然后天天给他们吃这么多。多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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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吃。撑死。不给了，不给了。你天天都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都一个个吃那么老胖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不给了。你一会儿石榴就剪了，你哪知道石榴能剪了？因为石榴最那个啥了，他每天他都会收拾地下。小朋友自己也剪。不说买一样盆吗？过两天就到了。老大吃饱了，你这真能吃吧？你少拉点也行啊。这家伙这虎妞，你天天啥呀？哎呦我妈，你上辈子饿死鬼托生的吧你啊？康子康子的，我的妈！咋的虎妞？跟养猪似的。容易出毛病，不能被粉丝所左右。那这一天这800顿，还其实吧，媳妇儿真得加量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媳妇儿，家人们你们知不知道？咱们家以前5只狗的时候，他们就吃那一整盆。现在虎妞都长大了，媳妇儿，虎妞不是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俺家老四、老大、小石头、小猕猴，加上俺家啊 seven 那时候，家人们他们就吃的一整盆。这个盆还是原先那个盆，但是虎妞现在一天一天长大了。他现在应该是能多出一个狗的饭量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但是你可知道，其实石榴每天的饭量也就是这个盆的满满一盆，然后呢，他是让你给他吃喂的，那啥，老四也就这个盆的一盆，老大也就这个盆的一盆。行，你给接水去吧。现在也这么大盆一盆，还没吃完咋接水？虎妞真能造啊，没有了吧？拿这个盆，媳妇儿来，给，拿这盆刷一下，媳妇儿。不能吃那么多。他们一点不缺少锻炼，知道？他们天天在院里跑着玩，现在天凉了，现在外面天暖和了，凉快了，他们天天在院里跑着玩。啊，虎妞吃的快。护食的谁 ？seven 呢 ？seven 也不是护食，啊 ，seven 就是厉害，跟别的狗厉害。一天喂我一天喂一顿，家人们啊，一天喂一顿。这老大中午的时候能吃点，老大也不能喂太多了。老大现在都多重？老大。媳妇儿，你知道老大现在多重吗？我给你量一下，老大现在多重啊？妈呀，你现在可别量了，你怎么抱他？我说老家人们，我说老大现在有90斤，你们信不信？100%。家人们，你们信不信老大现在有90斤？啊？但是我不能抱他啊，我可以把他放到秤上。
明天吧，家人们，这两天狗盆到了之后啊，咱每给每个大狗分的量都是一样的，这样的话，家人们，这样的话就能知道狗狗吃多些了。啊，狗盆现在不一般大，就是分不清吃多些，肚里有好几个宝宝，老大得有90斤，我跟你说真的。哦，反正这回老大这个肚子是真大，啊，这回俺家老大肚子是真大。你看你老大肚子，待会儿想买零食的啊，人吃零食 OK 吗？啊，待会儿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个直播预告，家人们，下周二，也就是说，老铁们，11月2号，三元爹给待会儿啊卖那个零食啊，人吃零食，老铁们，啊，你们想吃零食的，你们可以点个直播预告，啊，谢谢家人们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还有大米吗？有大米家吗？啊，有大米啊！这两天三元爹不卖货，啊，晚两天你们再来。老四多重？四哥呀。我给你唱着我四哥多重吗？我四哥现在都已经好胖了。我给你们量一下老四多重啊，家人们啊，给你们量一下子啊。我就跟你说，老大肯定比老四重啊。看着了，我现在是100，媳妇儿，我现在144斤啊，我现在144斤。妈呀，真疼！啊？你咋这么胖啊？你知道咱爸多少斤吗？嗯，咱爸才117斤。你爸？嗯，我现在144斤，媳妇儿。你太胖了，你咋这么胖啊？喂，你看老四多重，来，媳妇儿过来，来。带虎妞出去，我给老四称完体重就带他出去啊！快来，媳妇儿。我不洗下手吗？你冲下去。老四，来，老四，来，四哥起来，四哥起来，起来，四，起来，姑娘，109.3嘛，因为他老在1、2、3、6这儿雇佣。妈呀，老四真沉呐，109.3。嗯。减72，9.3减去72，乘以2，74.6，太胖了，他们。四哥74.6斤啊！太胖了。老大多少？看啊，我给你看老大多少。老大，你要抱他？我抱他干啥呀？不抱赶紧带虎妞出去，那马上吧，你快点吧，赶紧带虎妞出去。让老大上盆里来。盆儿多重啊？盆儿，你别起来。1.45。1.45。盆1.45啊。嗯。来，老大呀，老大来。你也把他们都关进去。你上来干啥了呀？你撑完了，老四，你撑完了。四哥你，四哥你撑完几重了？该给姐姐撑了。你快拉倒，你出来吧，你啊，歇会儿吧，行不行？我心显着你，哎，你俩，你快出来，来，老四，老大来，啊。
啊，拿进来，来进。好了啊，进来吧，进。啊，不许动，坐好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你们几个啊？虎妞，你起来。不许动啊，老大。哎，老大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老大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老大。多少钱？44.6。44.6，这是有没有着地儿的？看看。44.6。是44.6啊，44.6，是不是？嗯，多少钱，老大？44.6，没找地儿。哎呀，89.2。89.2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这找地儿，我这好不好使？嗯呐。来，出来，老大。你看这好不好使？出来吧，出来吧，老大。慢慢悠悠，好使不？太烫了。赶紧带他们出去，一会儿又拉那个啥了。行，虎妞一会儿又拉了，减去盆，减去盆了，已经减去盆了，减去盆89.2，减三斤，86斤，86斤，你减三斤啊，走吧，你出不出去洗呗？啊，你收拾收拾。是吧？减一减四五，43，对不对？86斤，老大86斤，不轻。家人们，拉布拉多86斤沉不沉？虎妞，操你！你这个虎妞哈，你给我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，快，吐了。他可愿意掏这个垃圾桶了、啊，这个虎妞啊！谁都不带掏垃圾桶啊，就虎妞掏垃圾桶。我你那天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那天虎妞把这垃圾那家伙整的满屋都是，过来。小明来，那家那天把那个垃圾整的满屋都是，这虎妞。又跟小明上后头去了。四哥，你哪天把那个墙再给尿倒了？四哥，你怎么总那个你看不上那个墙呢？你总是老四，啊？老大呀，你看老大走道。你看老大走到那两下子，家人们看，显得肚子大不大，家人们你们看着吗？石榴呢？谁？老子会选地方啊。四哥，这几天他把墙给我吃倒了，四哥犯不上啊，四哥。这是你家院子啊？嗯呐，院子大吧？我跟你说，俺家就院子大。俺家就院大呀。好啊，家人们。就院儿大，我在牡丹江看好一个房子，那个院儿的话，家人们，也从那个车那个边上到那个墙，这么大这么大院儿，一长溜，从我这儿到头儿嘛那么远，啊，从我这儿到车前面那么远，然后从这车轱辘一直到墙，从我这个地方一直到墙那么远，一长溜，是不是也够用，老铁们？那大院儿。别墅不是别墅，不是别墅。看好的房子买没？没买，没买。我感觉有点贵，等一等，家人们，等一等。
这个也够了，可以了。这个院肯定够啊，老铁们，这个院肯定够啊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么大个院儿，那我现在你们看着这个院儿家吗？啊，现在这个院儿，他们几个在院子里满地跑都没事儿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啊，这么大院满地跑都没事儿，这院老大了。啊，从那头一直到这头，家人们，你们这有多少米吗？啊，从这头一直到那头15米，家人们，15米长。啊，从这头啊。从这个边儿一直到那个边儿8米，家人们，这个8米，你看8米，80米，5×8=40，120平，再加那边总共是150平的院子，将近，知道吗？这是买的吗？不是买的，租的。家人们，咱给独宠万万点点关注，1号麦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咱们给独宠万万塞那俺家那个万万的干爹，老铁们，再给点点关注啊！1号麦买的10单厨具都到货了，非常合适，感谢啊！房价得落了，虎妞啊！其实我最烦的就是虎妞跟小牛他俩闹，不上厕所，你上完厕所再闹也行啊，咱也不说啥了，也不上个厕所，出来就是闹。摘个橘子吃，摘个橘子吃。我给你看树上橘子，家人们啊，这一夏天了，看这橘子啊，这橘子能不能吃了，家人们？看了吗？这橘子是不是可以吃了？树上的，啊。看着橘子，摘一个啊！这他妈是橘子，不是球啊！这都变色了，都变黄了。这橘子在屋院里放一放，摘下来之后放一放，越放越甜。我跟你说，啊。摘完之后在院里放一放，越放越甜。这他妈谁在那里啊？主播哪里人？东北人啊，家人们啊，三弟是东北牡丹江的啊。你看小石榴，哎呀，俺家小石榴啊，可听话了，家人们，哪也不乱跑。哦，哪也不乱跑。我跟你说，就小石榴在门口了，行吗？就在门口的位置，他都不乱跑。你就给他关门外的，他不乱跑，就在门口在那等着你回来。啊，他在那等着你回来，小石榴。啊。小时候就在那一坐，就等你回来。他哪也不去，上完厕所就往那一坐，他不玩，不跟他们玩，他闹不过他们呢。啊，酸。他闹不过人家，虎妞也不愿意跟他玩儿，啊，他更不愿意跟虎妞玩儿。咱们东北也没有这橘子树啊，在杭州呢。俺们现在在杭州呢，家人们啊！我现在在杭州啊，这边有这个橘子树，遍地都是橘子树，家家户户都有橘子树。直溜直溜直溜，直溜直溜直溜，直溜直溜。石榴来。石榴懂事儿，石榴。啊，你媳妇儿啊，老四啊，那你媳妇儿啊，四哥的媳妇儿真多。石榴之前曾被关在门外，现在学乖了，等门儿。
待会儿给我媳妇点点关注了，他们三号麦啊，三妈妈家人们，给三妈妈点点关注啊，三号麦给我媳妇咱给上关注了，铁们啊。三爹没事的话会用我媳妇号直播啊，老铁们啊，三号麦是我媳妇，给点点关注。上不上厕所来？上厕所集合了，来快来！谁上厕所集合了？来，我不管了啊！上不上厕所啊？我应该给虎妞关外头，真的。那虎妞现在都快都七八个月了，还不知道上厕所，真闹挺。她总是忘，今天在外面拉一泼，明天就忘了，知道吗？你奖励她也白费。啊，今天在外面拉了一泼，然后你奖励给他了，明天就给你上笼里去。我感觉我应该揍，我应该揍两下子，不揍不行，不长记性。单独遛混了，但你遛他不尿啊，他不拉，知道吧？那你揍他。虎妞老爷得揍啊，要你不听话呀，虎妞了。虎妞不聪明，你从哪能看出虎妞不聪明呢，家人们啊？你怎么看出来的虎妞不聪明啊？啊？你从哪看着虎妞不聪明啊？你是从那头型看出来的呀，还是从哪看出来的？啊？你要是就我跟你说，就从虎妞这个就是不稳定，知道吗？东看东一瞅瞅西看看的，就这种性格的狗，知道吗？老爷喊大喊，谁拉的虎妞吓跑了，我一喊谁拉的，他们几个都咬他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一进屋喊那谁拉的，他们几个都咬虎妞，都知道虎妞愿干坏事啊。啊，虎妞谁拉的，谁拉的呀？你跑了聊了，怎么也没有大塞文聪明。不下雨还行，一出来就湿，不下雨还好一点，下雨就废了。我跟你说，下雨的话，虎妞身上整的净味儿。别让虎妞再被群殴了，他们也不是殴他，知道吗？他们就是吓唬他。啊，他意思就是替我去教育他，不要再往屋里拉粑粑了。啊，家人们。谁人翻过海，哪怕再慢，把痛疼心。听懂话了，虎妞要听懂话了，就不至于他姥爷在背后说他坏话了，是不是虎妞？你要真要能听懂的话，姥爷以后再不带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，那家伙天天说我家虎妞坏话，说也不好使，说了再犯，犯了再说，脸皮厚，千锤百炼。啊，虎妞犯了又改，改了又犯，千锤百炼，让 Simon 做个本事。你说让 Simon 做啥本事？让 Simon 做个才艺呀。 Simon 你把灯给爸关上，你去关不了，他关不了那个灯。三灯在哪儿呢？三万知道吗？三万门口有人，谁都去了，看了吗？一说门口有人都来了，都过去了。谁啊？门口有人吗？看看去冲，谁冲？好了，没人。好了，没有。傻子，好了，没有，错了。等啊，爸
爸幻觉，错了，走走走。就得保，保三爸。谁拉的？谁拉的？行了，家人们啊，下播了啊，老铁们，咱们明天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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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拜拜，家人们，晚安。都没看够，家人们，明天再看，咱明天再看啊！明天咱们还会正准时直播，拜拜，家人们。虎妞，你吃的啥呀？这虎妞，明天还来呢啊！拜拜，家人们，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，家人们啊，拜拜啦！